李美前清新脱俗，宫美龄俏丽可人，你觉得谁的颜值更胜一筹？如果说李美贤是清新佳人的代表，那么翁美玲则是俏丽佳人的代言词。两位女星的颜值都非常的高，都是典型的古典美人。现在来一组李美贤和翁美玲绝版老照片，你觉得谁的颜值更胜一筹？一，李美贤1986年，李美贤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饰演赵敏一角走红，凭借此剧，李美贤和梁朝伟因戏生情走在了一起。后来因梁朝伟和曾华倩的感情纠葛，两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。此外，李美贤饰演了大量的古装美女角色，参演的各类电视剧作品也是基本都受到了观众的欢迎，有古装女皇的称号。只见佳人清新脱俗，气质独特，眉目中藏着丝丝忧郁，加之性格直爽率真，乐观开朗，形象清纯健康，因此人缘和观众缘非常的好，素有友谊小姐的称号。二，翁美玲。翁美玲凭借黄蓉一角而红遍两岸三地，她就是70-80年代众多男孩子们心中的女神。然而当时很多人对翁美玲饰演的黄蓉很排斥，认为她的颜值不能胜任黄蓉的角色。事实证明，翁美玲不但适合而且经典，她让金庸笔下那个七分邪中三分正，三分正中七分邪的黄蓉活灵活现，俏皮可爱，活泼聪慧，成为了难以逾越的经典。可以说翁美玲之后再无黄蓉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